闽音这一词的定义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，闽音与梗图的关系也时常有争议。究竟这些创作的意义是什么？什么是梗？什么是好笑？创作的界限到底要忠于观众，还是面对自己所要的颠覆性？这些问题都是闽音创作者所会遇到的烦恼。中文闽音圈除了参考国外社群外，也自行发展了数年，但演变成现在优劣的争论。优质与糯米 ，based 和 cringe， 大众和谐顶，这些都是数个专业与社团间会有的争执。为了避免必走之争，闽音人相亲的情况，一个有系统对于闽音的讲解，会是帮助许多人的明灯。现在的网络世界是多个世代间的融合，每个使用者之间的沟通基础面临了许多本质上的冲突。而网络闽音文化究竟是怎么发展至今的呢？我是诺。欢迎收听诺讲闽音 Episode 1前言。闽音讲完了。心底的
胖胖二。